台六十一线匝道下，浓烟狂窜，烟雾弥漫。消防车停在路边救火，因为一台水泥槽车车尾烧起来了。嘣一声，动作啊，跟飞同来。动啊烧啊，哦，动啊烧，炸掉了。水泥槽车起火瞬间还一度爆炸，民众吓坏，正值台海紧张时机，以为开战了。刚开始小火而已啊，我原本要去工厂跟人家借水过来冲啊，可是我刚过来的时候就。驾驶当时开着水泥槽车在台六十一线上，他说觉得后车轮有咬死的感觉，感到不对劲，因此迅速开下匝道停路边。没想到一下车，车子瞬间陷入火海，不但车体熏黑，车轮也烧毁，还消风扁了。好在驾驶跑得快，逃过一劫。这场惊险的火烧车，没想到更让人惊吓的是爆炸声。附近居民胆战心惊，简直心跳漏拍。嘣一声，动作啊，叫啊，叫飞同来。记者黄翔、傅王世涵，台中采访报道。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？跟阿比一样呢？浅眠的人呢，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？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用喝的就能舒压的饮品——梦梦水，睡前三十分钟喝一包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。现在赶快上快点购，还有优惠抢好康哦！